看小智他喜欢赛车这件事情多久，那现在有转到普通兵嘛，然后状况其实都有在好转，真的都有在好转，他会好的，他会好的。对啊，我上礼拜还有关心一下，真的很运气不好。对啊，真的运气不好，因为那天我们要比赛，其实还蛮难过的啦。但是没办法，就是运气不好，真的是运气不好。但是他有啦，有康复了，有康复了。对啊，昨天有关心一下，有康复了。我没有看到本人，我都是透过我们身边的共同的朋友，对啊，然后我是有关心一下他，对啊，他现在有转到普通兵吧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运气问题，因为赛车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运动。你看小智他喜欢赛车这件事情多久，从我小智哥是我的学长，然后他从事这个运动时间更久，然后你看他也都很安全，那有时候真的是开车就是运气不好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，真的是最棒的最棒的最棒的，已经他会好的，他会好的。期间常见几次没有，因为我们开始在准备这个周末要比赛，然后我们在来昨天的时候啊，礼拜六的时候，就是我有跟共同的朋友聊到，大家都没有过去啊，因为他们需要休息，也必须要真的需要休息、啊。然后大家都是侧面，然后大家像志新啊，也都会跟大家说，就是谢谢大家关心、啊，然后状况其实都有在好转，真的都有在好转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哎，这一个大楼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哎，他有愤怒值在里面。